所普的舞台，然后最迷人最显瘦，然后条纹就经典不败，然后非常的纤细，白色绝对最经典，你要搭什么各种各类的衣服全部都可以，然后粉色就是比较小鸟依人，然后今年的粉我都觉得我们家做的很好看，然后它的弹性超级好的 S 号 M 号 L 号都可以穿，然后它不是那种贴紧身的，它就是比较违和但不会贴紧身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然后像这样黑搭条我觉得超经典超好看，因为我肩宽是39/40，你可以看我肩膀这里都还有弹性空间，就完全不会紧，完全没有透的问题，是我们家的棉质跟你的是采用非常非常我们家白色很干净哦，对啊，粉很甜，就是上面会生蚂蚁的那种甜。面料它是这种螺纹弹力，拉一点就很弹的，然后冰冰凉凉，上肩不掉肩，然后这边都不太挤肉啦，就是不论你是比较丰满、比较肉都不用担心。